天亮了，天亮了啊！大家好，我是阿杰啊。天亮了，三个老板现在差不多8点多了，三个老板还没有下来，都特意跑到城塞来旅游的啊。昨天连盖子都没有伸出去，今天好了，8点多了还没有下来，应该也快过来了哦。今天带他们去玩一下那个鲈鱼、斧头。黄鱼的话，昨天全体打归，基本上没有。开盖了啊，试一下啊。又中又中，哇，这条大嘞，怎么又开始下探？总算破龟了，摇快摇快啊，你杆子不要让它松，松掉了等一下脱钩了哟。你也中了，又中了，哇，这么多，还在还在，拉，收收收收。又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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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痛无波及。哇、哦、都是黄鳃啊，大黄鳃。哎，我也中了，我也中了。啊，你也中了？对，不用换地方了。这个斧头鱼大，哎，下下，哦，什么鱼，什么货色都有啊。嗯，不错啊。啊、哦，真雕啊、哦，真雕。黄鳃哦，这个黄鳃大啊，活蹦乱跳的。回家了啊，撤退撤退嘞，浪也越来越大嘞。啊，这里还有这么多，这里两盆，两盆一百斤，这盆五十六，这盆四十四，两百斤鲈鱼。有的网友说现在。这个鲈鱼说我钓上来都是籽啊、哦、这个不是籽啊、哦、因为它现在是冬季嘛，鲈鱼过冬它里面有一层厚厚的脂肪，现在是最肥的时候，鲈鱼加上现在这个季节饵鱼啊，海里面饵鱼特别多，它吃的很肥啊，为过冬啊，过冬它里面有一层厚厚的脂肪，所以都是圆鼓鼓的，最肥的时候鲈鱼它里面是没有籽的。好嘞，打包打包。好了，完成了啊，忙完了，一天又结束了啊。这次黄鱼没有，今天的话还可以啊、哦。他们玩了一会儿，也钓了好几条，七八条鲈鱼，四五条黄鳃，还有真鲷，杂七杂八的鱼搞一点啊、哦。我们嘛钓了差不多100多斤吧，哦，200斤不到鲈鱼。现在鲈鱼价格也比较便宜，差不多油费啊、哦，油费差不多够了。今年第一钓、哦、还可以啊、哦。那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啊、哦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